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近期频频亮相内地综艺节目的张柏芝因旧伤复发，或将暂停录影专心养伤，但是旧伤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儿子去台湾 happy。 为此张柏芝更不惜让两个儿子请假不上学，他也解释称是因为 Lucas 干爹干妈大婚，所以先同两个小朋友一起飞过去。在台湾与好姐妹林心如会合后，小儿子便全程黏住林心如阿姨挑玩具，每次见到林心如阿姨的时候都是两个小家伙最开心的时候，因为又可以去玩具店扫礼物了。在此小编不得不感叹，不用回去上学又有新玩具玩，哪个小朋友会不开心呢？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